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乌克兰的耶果，今天非常的高兴可以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。 Yeah, he is very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.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。 Yeah,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: speaking, imitating, joking, and singing. 偶尔啊，我喜欢说个绕口令啊、tongue twister. 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，罢了摆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，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，炮了兵了怕了把了标了兵了碰，标了兵了怕了碰了炮了兵了炮。 Goodbye。 回来，你这个绕口令为什么不翻了呢？不是，这绕口令翻译成外语太难了。哎，不过你这中文绕口令说的还真不错。哎，所以啊，我们俩现在就来说一段相声怎么样？来段中文的相声。对了，那你这中文合格吗？就敢跟我说相声？那你听我说啊，咕咕咕盖哟，咕咕咕盖哟，咕咕。你等会儿啊，我给你拿筐去，我看你要下蛋。没听清楚啊？盖盖盖咕哟，盖盖盖咕哟，盖咕。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我刚才说的啊，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。哦，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。刚才都是方言，这方言连起来就是广东话啊。咕咕咕盖哟，咕咕咕盖哟，咕咕。哎呦，文化温州话啊，盖盖盖咕哟，盖盖盖咕哟，盖咕。哎呦，盖盖盖咕，盖盖盖咕，盖盖咕。行，好，可以了，一会儿一会儿，哎行，哎。你一定要从养鸡场里出来啊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勾勾勾的，这个这就是中国方言的魅力。这方言学的还行是吧？不过呀，说相声不能光说方言、你还得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、民俗文化，大江南北都得走一走。哦，哎，中国我去的地方非常多。哦，那你都去过哪儿啊？上海哦去过，嗯，江苏去过，哦，江西去过，嗯，长江去过，跳过，跳过，跳江去了。对啊，我到长江去游泳。哦，畅游长江。中国伟大的毛主席一句名言怎么说的？才饮长江水，嗯，又是武昌鱼。那我得问问你了，这个武昌鱼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听好了啊，湖北武汉。哦，武汉，武汉啊，我去过。哦，你去过武汉？热干面那是美食，我最大的爱啊，啃根鸭脖子，哎呦呵，逛个黄鹤楼啊，啊，赛龙舟啊，没错，太好玩了，都是武汉的。对，我告诉你 啊，武汉啊，嗯，在中国算是湖泊最多的城市。哎，没错，盛产螃蟹，嗯啊，最有名的那就是阳澄湖大闸蟹。阳澄，个个定杆肥呀、啊！哎呦，我跟你讲啊，家伙啊啊啊！哎呦，哎呀，行，哎，好好好，你看我像不像啊？阳澄湖大闸蟹呀、啊？我看你不像阳澄湖大闸蟹，你像那个臭河沟里的大甲鱼。你等会儿吧。你怎么这么说？你这是阳澄湖大闸蟹，它不在武汉呢。它在苏州啊。苏州啊。啊。我去过。哦，你去过苏州吗？苏州怎么样？雷峰塔。雷峰塔。镇压大长虫。哎，行行行了，行了，还行，这好学的倒挺像，你看，哎哎，行了，哎，放下吧，算了，这不是大长虫啊，是，这唯美一点叫白蛇啊，那也不对呀，这雷峰塔它不在苏州，它在杭州啊，杭州啊，啊，我去过，哎，他又去过，杭州嘛，是雷峰塔嘛，对，雷峰塔呀，塔边怎么样？有个三山医院，三山医院，那你给朋友们得介绍介绍了。双山，嗯，香山啊，凤凰山，哦，东都院，这三山医院还真说对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三山医院它不在杭州，哎，它在张家港啊。你又转回来了，张家港啊，啊，我去过。你行了，你别去过了啊，你去那干嘛？你现在就在张家港，你知道吗？张家港我知道啊。你是太知道，不是你到底你去过哪儿？啊，我刚才说的呀。啊。不仅是张家港，哦，也是沿着我们长江经济带的啊这些城市。呦呦呦呦，你看这老外还知道长江经济带呢。哎，别以为 啊我们外国人只知道中国功夫长城。哦，你看看啊，沿着
长江经济带的这些城市怎么样？有多繁荣？嗯 ，Made in China， 日益升腾，蒸蒸日上，不愧它的名号，东方巨龙。好，好，此处有掌声，太棒了，说的太好了，是吧？哎，那我问问你啊，你去了这么多地方啊，你最喜欢看什么？我最喜欢看的啊，你们的胸毛，哎，因为我觉得、你等会儿、就是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喜欢看什么？胸毛啊？怎么喜欢看这玩意儿呢？哎，对了啊，家宝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哦，算是好哥们儿吧？那是好朋友了。嗯、我觉得怎么样？你不够意思。我怎么不够意思了？这么长时间啊，你不让我看看胸毛吗？不是，我没想到这交朋友你还有这个要求呢，啊？这不算是要求啊，不是，这不合适，他不礼貌。我觉得要是真的是给我们看了一下，啊、我觉得大家都会很高兴啊，啊，是不是？啊、大哥鼓个掌、啊。哎，不是，关键是别鼓掌。我他、啊、就关键是没有多少。哦，你真有啊？啊，这对，就没有多少，因为我瘦。没有多少啊？啊，你给我看多少啊？就那意思，有多少都能看多少啊啊！其实那，这合适吗？就在这儿，不是？是不是都想看一下？哎、行了行了，就别再问了。行了，我们看这那今天是吧？国际幽默周是吧？这舞台上大伙儿都挺热情的、哦、是吧？是吧？那这样吧，我就让各位看一看，好不好？行，太好了！今天我也豁出去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比较瘦啊，这个扣啊，它也难解一点，它这个东西、啊。家宝。你在干什么？解扣啊，看胸毛啊，因为我也没有多少啊，你别嫌弃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呀，我真的不是驳你面子。不是你、啊，你说是这个胸毛是吧？不是，对呀、啊，你说看胸毛，我也没事。我这真没有多少，你也别介意啊。我说不是这个胸毛啊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说的就是那个啊，那个可爱的胸毛啊，我这是挺可爱的，可爱的卷毛，跟你这头发一样。我也没办法，不是，就是到这儿了，就是、咱就得看这儿。还长江里面有个动物，也是号称是这里的胸毛。不，这长江里边怎么会有胸毛？长江里大熊猫，大熊猫吧？啊，是不是大熊猫？就是胸毛啊！怎么还是胸毛？那不叫胸毛，是那叫胸毛。嗨，我这也错了，它是叫熊猫，对，这是长江里的、哎、长江里边的熊猫，那是江豚啊，对，江豚。哎，我说你啊，你这说中文还是不标准，有口音呐。我这个有问题啊、嗯，我说话的时候有口音，对，但是我唱歌的时候啊没有口音。这就有点口音了啊。你这么说还会唱歌？我今天带了吉他。哦，还带着乐器呢，给大家唱一段怎么样？太好了，那给我们展示展示行不行？哎呀，还带着吉他，你看你还会变魔术，这么好一个啊，这还是一个小吉他啊，吉他烫孩子啊，挺好、嗯。哎呀，这个吉他你给唱两句呗，哎啊，听听他这个中文歌曲怎么样、哎、啊？挺好听的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怎么样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，唱的是真不错。那这样，我今天也带了一个乐器。哦，你认识它吗？快板。哎，这就是你喜欢那个大胸毛爱吃的啊，竹子做的、啊、快板。竹子做的。哎，咱们俩来一个中西的这个混搭。哦，来说唱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即兴可以吗？想到什么就唱什么。好嘞，我打板就唱了啊。走，好，咱们准备好了，来，备走。哎，竹板这么一打呀，是我们唱起来，唱一唱我身边的小伙，他是个老外，哎，金发碧眼呐、啊，那长得还挺帅。哎，中文说的这叫六，他可在这儿没少带呀。我去过大上海呀，啊，是国际大都会，长江流域风景美是让我很陶醉呀。张家港演出啊，是名家荟萃，拜师学艺要刻苦，不能空手而归呀。这小伙学艺很用心呐、啊，我是很欣慰。他是单弦大鼓石调坠子是嘛也没学会啊，倒是水蜜桃啊大闸蟹他是吃了一大堆啊。
不是我不学呀。啊，怎么样？学相声很累。哦。什么塔嘛喇嘛哑巴喇叭，到底谁跟谁呀？啊，你也别怕苦，是你也别怕累，咱们一起努力把这曲艺学上一回，争取国际幽默周的舞台上是满载而归。